我还是要提醒你，现在可什么都不是了。余正，杜小苏小姐又来了，还带着老雷总爱吃的棉花糖。外头这么冷，她都站半天了，你看。 棉花糖，棉花糖来了，叫他进来，快快！杜小姐过去天天来，老雷总又挺想他的，是不是？老段，哎，快叫他进来呀！哎，让他走。老段，快去，快去！你让他走。快啊！ 老段，你磨磨蹭蹭干嘛呢？让棉花糖进来呀！怎么样，我能进去吗？雷雨哲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对待老人呢？你让我进去，雷雨哲，就算是死，我也得死得明白呀！真的很抱歉，杜小姐，不能放你进去。 段叔，那麻烦你把这些交给老雷总，你让他少吃点，千万别吃太多。杜小姐，哎，请你转告雷雨征，过两天我再来看看老雷总。 群飞，我一直联系不上雷雨征，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那不是雨天集团的雷总吗？雨天集团的老总不是姓林吗？哎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哦，那时候小雷总出事儿的时候啊，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人间极品，哪次出来不是前呼后拥的？现在啊。 出事儿了，不过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小雷总你好，我叫 Linda， 可以请你喝一杯吗？哎，啊，小雷总喜欢喝酒是吧？服务员，来一排深水炸弹。小苏。 小苏，群飞你来了。啊，雷雨珍他最近怎么了？
我好几天给他打电话，他都不接，他也不让我进家门。你说他闹脾气，怎么也得挑个时候吧。老雷总的病情刚刚好一点，万一他再受什么刺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你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。 你呢？你去哪儿？哎，什么也不说了，都喝酒喝酒。雷宇铮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等一下，姑娘，没认错，来，没认错。啊不。 可以啊，不好意思，真的认错人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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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哟，姑娘，这么有缘分，没问一下吧，陪我们喝一杯呗。喝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哪儿去？哪儿去？哪儿去？不是，就喝一杯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来喝一杯吧，喝一杯。你放开我！你们俩干什么呀？别走啊，喝一杯。我说你们俩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来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放开我！别玩了，还干什么？喝一杯，别走啊！喝一杯，喝一杯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林静，别打了，林静。雨生，我们回家。我凭什么跟你回家？刚才那两个孙子我只是看不过眼，你以为我在替你解围啊？这儿没你事了，我忙着呢，回去。走吧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怎么样了？我应该怎么对你啊？我把他们两个赶走，你陪我玩吗？啊？哟，他怎么还哭了呀？就这样的，还想跟我们小雷总玩感情，不被甩都新鲜了。雷总，可算找到你了。还有备胎呢？怎么说话呢你？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起了？我跟谁混在一起？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了？别管他们了。雷震，你混蛋！我就是一混蛋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杜小苏。不过就是跟你一起玩玩，怎么？你不会真的爱上我了吧？醒醒吧！啊，走吧。哎，小苏，哎呀，走吗？滚！什么人啊？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